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，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添堵墙。好，绝不祸害凡间，必定善恶昭彰。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。严丹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，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，大家谈天说地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活，可与唐州相处却不一样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心里不知怎么却会难受苦涩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剖你的心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他，要做这一切？杭州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。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。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派继承人需要佩戴此环，已经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，若有违反，必受锥刺之痛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三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？你给严旦设下不离锁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。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你若集齐四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我感觉我看到这儿，就觉得心里怪怪的。我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唐州，唐州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，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快走！我来帮你动气。影轩。